球一开出，所有小球员一拥而上，为了抢到球权，不惜身体冲撞，球赛精彩程度完全不输成人足球。迷你足球赛不但小球员喜欢，家长们也乐在其中。你喜欢参加这个比赛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好玩。你喜欢踢足球吗？为什么？喜欢啊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很快乐。希望我们台湾这个地区能对足球啊更下一点功夫，三级足球的教育，当然更希望的是我们能推广到城市的职业球队，为我们的足球这项运动啊，真正的在台湾这个地方啊向下扎根。中华民国迷你足球协会为了将足球运动向下扎根，与屏东县体育发展中心合作举办这次比赛，除了希望发掘和培养足球运动的人才，也希望喜爱足球运动的风潮可以持续做大，在台北踢球的族人也乐意回来服务。在外面长大之后回来看到有这个比赛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因为就觉得屏东的足球有希望。对，因为我从小也是踢到大的，然后我也就是很荣幸就是可以回来服务，然后帮忙就是部落的小孩子，这样教他们一些外面所学不到的东西。那幼儿足球希望工程，其实屏东县一直在来做规划来推。目前来讲的话，我们的屏东县的三级五区，其实我们也往下扎根在幼儿的部分。迷你足球协会今年推动学校巡回建设工程，希望透过迷你足球赛推广全台的足球运动，不止向下扎根，也借由亲子互动能够开枝散叶。原视新闻八朗屏东市采访报道。